左边路拿球，直接的一脚长传往禁区里吊，伊尔马兹，哎，停的还不错啊，这奥古斯托外围直接起脚打门炫远角，漂亮，打在横梁上。哎呦，这下这个奥古斯托也是展示了这个巴西第一后腰的水平啊，在这个禁区弧顶左路拿球之后的内切，转身内切也没有看门，直接拿这个右脚的这脚弓啊，画出了一条这个优美的弧线，砸在这个远端的这个球门的立柱和横梁这个交界这个位置啊。这脚球打的质量很高，曾诚也是没有任何反应。现在是恒大前场。